これこそが我が父を滅ぼす邪剣クラレント・ブラッド・アーサー。嘿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继续再次来到我的影片。这次我们要制作的就是这个小莫的クラレント・ブラッド・アーサー。这次我做的就是这个MP 的版本，所以它的颜色方面呢，我就选用了这个变色龙。这个变色龙的特点就是在于它在不同的角度下它的颜色会改变，这个是紫蓝色的，所以你如果注意看的话它会有这个颜色的变化。不过其实在录影啊还是拍照上面其实有点难看得出来，它要在比较亮的情况下才会看得到，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制作的话，那就请你继续看下去。首先先准备好参考图和图纸，刀刃的部分也要记得准备两份。接着先把手柄部分切开，再复制刀刃到 1cm 的 EVA 上，接下来复制两片到 4mm EVA 上，然后再用刀把 4mm 的刀刃先切出来，把版型中间开个 1cm 槽之后再复制到 1cm EVA 上，这个部分将会是用作骨架用途。接下来也是用刀切出来，要切得好看的话，切割的时候手必须尽量维持在同一个直角的角度，然后慢慢切，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完美切口的 EVA。 内部的 EVA 条也暂时先不要去除，因为还会用上。接下来就可以上黄胶，然后也要确保不要涂到中间的 EVA 条，因为在粘合时候才会去除。 4mm 的 EVA 刀刃也不要忘了要上黄胶，等到黄胶干了之后，用一片跟自己一样没用的 EVA 来遮住还没需要粘合的部分，然后把 1cm 的刀刃粘上 4mm 的刀刃，粘的时候再慢慢移除跟自己一样没用的 EVA， 这样就可以得到漂亮的收尾。接下来就是用来强化刀刃的小技巧，先在 1cm EVA 刀尖切个槽，然后塞入竹签，再把 EVA 用胶水粘合起来，之后就是用直径 1cm 的铝管作为骨架塞入槽里，再用热熔胶粘上去。刀刃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涂上黄胶，然后再把另一片 4mm EVA 夹心，接下来就是重复一样的步骤慢慢的粘起来，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升整体的整洁度。现在刀刃的主体完成后，接下来将会是打磨开刃的步骤，这将会需要用到小型的打磨机，因为用手打磨是几乎不可能的。在打磨之前也先把需要磨的部分都先做记好，当然也不要忘了这个部分，因为这个部分也是需要打磨，只要粘上去之后就可以准备打磨了。在经过数小时的打磨后，看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就是细节部分，首先先在刀刃上画上记号，然后再用硬纸卡复制版型后手动增加细节边缘的长度，之后就是复制到 4mm 的 EVA 上，然后再切出来。接下来把细节的边缘先粘起来，然后再粘上刀刃上，之后看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。接着再把其他的小细节都粘上去，那些细节的边缘也可以稍微斜切一些，以增加一些立体感，之后在这个细节上用刀浅切，这样在遮盖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。现在刀刃的部分完成后，最后的部分就是手柄了，用直径一寸的铝管跟着手柄的长度切出来，然后切几条 EVA 条，主要用途是用作为填充，这样骨架才能紧紧的塞入一寸的铝管里面。接着再用环氧胶粘上去，因为502和热熔胶粘合金属的效果没那么好，把 EVA 条粘上骨架的四边，然后再用更多的环氧胶封边，之后塞入一寸的铝管。接下来这个部分先用 3mm 的 EVA 切出两片粘合，这个部分将会是护手下的部分，所以只要塞入手柄就可以了，然后再用胶水粘上去。最后也千万不要忘了手柄尾端的部分，只要用三片 1cm 的 EVA 切出来，然后再用黄胶叠起来，当然也别忘了这个宝石的部分，只要用 5mm 的 EVA 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只要拿去用磨机打磨直到平滑就行了。接下来就到这个部分，只要在 2mm 的 EVA 上切出类似这样的部分，拧成一个圈后再塞入手柄就行了。最后则是护手旁边两个金属翅膀细节，首先先手动增加版型边缘，然后再用 4mm 的 EVA 来制作，当然也不要忘了上面的小孔，粘合了之后再用热风枪封孔和塑形。然后在上色前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用热风枪把整体都热一热，接下来在打底后先把全部都喷上银色，之后把润银色部分先遮盖，之后喷上金属红，等到全部干燥之后再遮盖。接下来就是主角变色龙色了，在喷上这个颜色前需要先用黑色来打底才能呈现出这个颜色效果，然后再遮盖把需要上色的部分都去除，最后再喷上相应的黑色跟银色，把所有遮盖贴去除后再粘上两边的翅膀和这个尾端，这样就完成了。